得呢个佢，无论射催泪弹都系会整伤佢哋嘅。仲有已经有人背脊受伤、眼球受伤，都系俾佢哋平放开枪就整伤嘅。整伤，请留意翻，你支枪唔好指向我，你指向我系会令到我受伤甚至乎死亡嘅。请指挥官留意翻，你前线嘅执法人员系咪情绪可以冷静？嗱，你支枪就指向我呢边啦。只是这个花槽那边是会互相互对的，留意你看着那边有人射人是什么呢？你留意吧，你这个枪射什么？那边没人的，你这个射死普通市民的，留意吧，你这个位他指挥官留意吧，前线的人员已经不能够在这个场合在不同的方向无力地向身边没有人，或者是街坊的方向，请指挥官在场，请在前线指挥人员带领人带马车中来了。来，好，来，警察又打野前面了，打野